怎么样，见到你的好朋友了？好朋友？对啊，天下第一暗器小李飞刀叶开。是，可是他对我却不太友善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们是朋友吗？我跟他当然不是朋友了，可你跟他是朋友。叶开自从知道你耗尽内力替我疗伤，对我很是看不上眼，他甚至怀疑我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。我怎么做他管不着，他怎么想我更管不着。但人言可畏啊。我不在乎。哼，傅红雪，我还真是佩服你的洒脱。时辰到了，替你疗伤吧。嗯。南宫姑娘，南宫姑娘，您醒了。怎么多了一道伤口？别大惊小怪的，鬼爷爷给人看病，他从来都不肯吃亏的，一定是收了一些诊金。嗯，那个应该是你的手工纱吧？什么手工纱？这不是胎记吗？当然不是胎记了，这个呀，是女孩子从小就点上的。只要不跟男人，不跟男人做夫妻，那就一辈子都不会掉，而且一辈子都会保持这个朱红色呢。你现在大可以放心了吧？你一定是完璧之身。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灵儿姑娘，你。你开心了。我出的丑也够大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喂，南宫姑娘，你好久没吃东西了，先喝完这碗粥再走吧。吃啊。我吃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南宫姑娘。